我们的锚定螺栓呢，就是锁在这个内圈跟外圈这，这个就锁在这里叫内圈哈，锁在这里就叫外圈。那么这一圈呢有60只，两圈总共有120只。它断裂是在两个对称夹角，在很窄的里面两个对称的地方。那么它为什么会断在这里哈？那我们今天就是，那么台电它，跟社会讲的就是说施工装配的问题哈，装配不大。那么第二个叫做淬火哈，淬火裂纹。第三点呢叫做材料瑕疵。那么第一点，它就是推给建厂的核能工程处跟备胎公司，因为他们负责监督跟负责建厂。那么第二点跟第三点呢，就推给螺栓的制造工厂。那么他们在整个事件当中呢，他们都没有责任。那么在这里我们要说，就是说这个原因里面，他当初在公听会上，哈、哦，台南公听会，我也请那个台电跟电能会的人解释，我说你会断，你这个是金相分析，光对螺丝的问题。但是什么地方造成它有这个力量来让它断掉呢？他们都不讲，已经2个多月了。听证会上我也质疑，当场质疑，他们都不敢讲。原则就是他们一个字都不讲。那我们今天来这里解开这个答案。它这个反应炉哈，内部由这里到这里哈，总共是20几公尺啊，好，20几公尺。如果一层楼3米的话，差不多七层楼高哈，在这里。那么它这个试水哈，我们讲哦，对，这个试水这个 feed 哈，英文讲 feed 哈，所以直译叫试水，也就是给水啦，把水打进反应炉哈，它是对称的，它两边都有哈，啊，试水管都在这里，你看哈，它的高度在1半以上，那蒸汽的输出呢，它在最高这里，因为这个等一下我解释哈，那。在这整个炉心的配置里面呢，我上面有讲哈，这个震动的原因呢有2大类啊，每一个里面呢，我在每一样一样来解释哈。那么现在大家看看这个炉心结构里面呢，从这里这个燃料区哈，从这个燃料区在这一段，只是在中间一段而已。那下面这个呢，叫做控制棒驱动机构。啊，其这个里面有很复杂的结构，总共核爆厂145只，就在这一层里面。那么在这个3.6米里面呢，就是控制棒真正要插到这个燃料束的十字走那个空格里面，啊，这个行程走到这里。那再上来这一段哈，它叫汽水分离器。那么汽水分离器的功用就是，热水经过炉心以后，它蒸发了。蒸发上来之后呢，它这个水蒸气里面会带有水分。那这个水分呢，我们等一下要讲它的厉害哈。那这个水分要除掉。那除掉之后呢，是第一段哈。那它这个里面哈，因为我不显示太复杂，课程太复杂简单化，所以我不显示出来。但是大家知道，它这个管子，它一根管里面呢，它是有一个螺旋叶片哈。那这个螺旋叶片呢，蒸汽冲上来的时候呢，质量大的会往旁边甩，轻的呢从左边通过，所以比较干的蒸汽就上到这个出口上来。那出口上来呢，又有这个所谓的干燥器哈。那干燥器呢，它就是一个曲折，固定的曲折的90度，就是叫一直曲折哈。那么这个蒸汽呢，通过这边的时候，也是利用水分子比较重啊，撞击到干燥器的壁之后呢，会再流下来哈。那么干燥的蒸汽呢，就到上面这个空间里面呢，那么由这个蒸汽出口哈，送出去发电。那这我们知道这，大家看到就是这个水是由这里上来哈，那到变成蒸汽出去，要经过这些断气。那这个水怎么进来？我怎么说？2大类里面有2个在这里哈。当这个水哈打进来的时候，这水哈 ，fresh water 进来的时候呢，那么这个外面这里哈，
是这里的，叫做降水区。为什么叫降水区？它水打进来，混合了汽水分离器的水出来，干燥器的水出来之后呢，它有这里降下来。那降下来，大家看看这旁边哈，还有喷射烫哈，他们那边我叫 jet pump。那么喷射烫呢，它就是口开口这边也是一个纹饰，纹饰嘴纹，所以这是一个漏斗型的。那么再往下的话，它也是一个纹饰管的开口往下。那么它这个由站形房喷口打的水分成十支，十支分管来到这里，那分成两支哈，那它这个会，它喷射一分的水会吸三分的水进来，加总之后呢，这个水由降水区经过这个喷射烫的吸跟收呢，那么就打到底部，打到最底部呢，碰到这个底的时候呢，然后大家都往上。那这个20支是绕着反应炉的烟圈一圈，那一圈里面呢，它打下来，啊，它打到里面撞到这里的时候呢，它就因为它的电源哈出口在这里，所以呢，这些水流呢很快速的通过这里。大家很难想象哈，这个水流进来到通过上面哈，顶多是两三秒钟，那么这个速度很快，而且呢有。站形放打出来的出口是1600磅，经过这边的送压减压呢，它转反应炉里面的压力运转的时候是1050几磅哈，在你水要再去打上来，一定要大这个水压不很多，所以它会说1600多磅的水哈，即使折损到这里还有1200-1300磅，那么这个水快速冲上来哈，这个是造成第二个，这个呢。会有高频的震动，它里面很密集，你冲上来哈，在这个所有的冲击里面呢，大家可以想象，就是等于你拿消防栓的水去冲一个东西一样，它这个是连续不停哈。那么水打进来，啊，水打进来，啊，我们再回到这里，那么这个试水打进来哈，我在进阶版上就有写到，这个水打进来呢。它之前的我们不讲哈，它的这个试水泵的压力一定要大于1200磅才打得进来，因为你里面1000磅左右嘛，你要打进来1000多磅。那么这个水流哈，在一个管路中流动的时候，我们在做流这种流体的呢，有一个数据叫做雷诺系数哈，雷诺系数再大于2000，它学术的名称叫做什么？一种流体的无因次量啊哈，这个很难懂。把它解通俗的说，就是它计数一种流体的物理量，哈，它大于2000的时候呢，这个水哈在以下呢，它可能是层流，就是很顺的这样一层一层叫层流。可是呢，大于2000的时候，它这个水就开始就是乱流了，或者混流哈。那这个打进来之后呢，它撞到这个整个墙壁也会震动。那这个震动呢，再加上吸送进来打上来，好。这个就造成这个炉体，你只要它运转的时候，它24小时就是在这个高频振动里面，它连续不停的冲击这个炉心结构。那么这个炉心结构事实上它是整个就有被由下往上冲。好，那我们这个锚定螺栓呢，我们再讲回来哈，这个锚定螺栓当初在灌浆的时候呢，它真是伟大，它这个钢筋哦，大概有快有2寸哈，塞得密密麻麻，那我们要去配管哈。那这配管做什么呢？它这个炉哈，炉底哈不能放在地上，因为什么呢？下面有这一些控制棒要抽出来的时候，它有差不多比这个一楼半哈，差不多3公尺多的高度，要修理的时候呢，这个才能拿下来，而且下面呢要有很多接线。那么等一下讲到福岛核在里面曾经冒出黑烟，怎么来的？由这里可以解释哈。